你说中美的贸易，有一个想法就是说，如果中国跟美国发生这个贸易摩擦，多多少少会影响台湾，因为台湾输出中国大陆大概是占台湾的输出总量的41%以上，那么大的数字。如果他们摩擦，就是会影响台湾的出口，多多少少影响。那对台塑的话，有没有哪一些产品你觉得有好处，还是会有什么样的坏处？如果是纯粹好处坏处来讲，好处大概没有，坏处多多少少，因为台塑的产品大部分在石化，就是说塑料。还有纤维等等，那么少部分影响比较多的就大概是半导体。半导体，因为所有的我们出资很多大陆，然后加工就在半导体，可能会影响一点。多多少少，谢谢媒体朋友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因为。